其实正式出版的这个《中国人自然思想》这本书，现在正在进行，而且今天送到出版，但是是不是会顺利出版，我不知道。但这个之前就是有一本就叫《游山玩水》那一本，那个远足出版出的那本，其实里面我自己的评断是这样，我每一篇文章都是基本上都是写出外面旅游的经验，但是我大概每一个篇章都会有一个主题，然后有一个主题之外，它一定会有历史地。历史地是任何人都应该知道到一种程度，不必当历史学家，不必当地理学家，但是一个空间一个时间你不掌握，你不认识时间，你活得有点可惜。那个，所以这个，那本书之外，就是您手上拿的那本，那个没有正式出版，所以我都是印来送人，我就印三百本送完就完。所以它叫做《中国自然思想》，但是实际上它都是我的专栏文章，就写杂志的专栏，里面带有思想，我把它带出来。比如举个例子，有一篇就叫做杨贵妃啊，杨贵妃与哥伦布的藕断丝连。那杨贵妃跟哥伦布那年代差800年呢，一个是700多年，一个是1400年，怎么扯上关系呢？其实我随便一讲你就知道它有关系，因为哥伦布是靠远航，就是他可以没有任何陆地的观察，他可以横跨大西洋，他靠什么？靠指南针呢？那指南针哪里去的？中国去的吗？对啊，那中国去，中国什么时候去的？我们通常讲宋朝嘛。那你讲的哥伦布不是杨贵妃比宋朝很早啊？有什么关系？有，关系是这样，因为杨贵妃的关系，安史之乱使中国人的丝路中断。丝路中断就被回鹘人占了，那后来就是唐朝后半段一直积弱，没有办法。唐州就是宋更差劲了，宋一直往南退。但是宋朝的时候，那时候政府没钱，因为他说外汇收入断，但是那个广东啊、福建这边啊，很多小商人，他照样跟这个阿拉伯国家通，这个不是他那时候。早就通了，自古皆通，航海就通，所以那时候通获利很多，政府看着就眼红，所以政府就开始设传播司，就开始管，开始不但管，后来发现有利可图，就鼓励。宋朝这种把陆上丝路中断之后，开始发展海上丝路，重点在这里，因为杨贵妃北部不通，南部通，结果把我们指南针真的就从这个这边用到阿拉伯国家。阿拉伯国家中间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地点，就是经过苏伊士运河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亚历山大城，那个是中世纪欧洲的两个大城，一个叫做伊斯坦堡，当初叫做拜占庭，一个就是亚历山大，所以这个东西就经过海峡到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对面两个大岛跳过去就是意大利，而且就到了哥伦布的家。所以说哥伦布的祖先航海，他是往北非走，走北非线，北非有黄金嘛，所以就是走亚历山大，所以从亚历山大这边学到指南针，所以用这样的关系把这个哥伦布跟这个杨贵妃把它凑在一起。那个文章主要重点就是这个。那还有一篇我写的东西题目也很简单，叫做从这个山西的北边叫应县木塔，那应县啊在山西北边有个木造的塔，是宋辽的时候建，然后我去那边旅游完了，隔一段时间又到了一个地方叫武夷山旅游。那武夷山下面有个地方叫陈村，里面啊去吃午饭说那个导游就问我说，你看这家餐厅有没有特色，我看看，我说没有，观察力不够。他说你看他挂了什么画，一看挂出朱熹题字。他说：“你看那个老板、服务员，长相如何？”我说：“端正。”他说：“不止端正，仪表堂堂，很正。”他就会讲：“你看人家姓赵，这个姓赵哪里来？”他说：“就是宋朝亡的时候，逃过了那个贵族，落脚在陈村。
哦，这个两个旅游，这是去玩嘛，回来我就出来一篇文章，叫《应县木塔到武夷城村》。应县木塔是澶渊之盟之后盖，就宋朝初年，就是跟廖国打仗，打仗后来就是杨四郎的故事嘛，就老百姓都知道，杨四郎后来打到最后就是和澶渊之盟签的时候不打仗，100年，北宋所有兴盛都在这100年发生，那时候建的木塔现在保存，所以他就把宋朝的初提出来，然后后面一串就可以写一点文章嘛，1500字专栏，写到后面就到了武夷城村，就是宋朝亡，所以其实根据两个参访的地点，就把那个宋朝300年做一个 review， 那我就那个自然思想就写这些东西，但这些东西历史性重，那可能另外一边就叫宋词中的地理，宋的词里面看地理，那引的最多的都是那个李后主，就是那个邓丽君唱的那些宋词，非常悲伤的那些宋词，但你看那个词里面用的那个字啊，他都用，比如说林木谢了，什么花红这些，他用的都是自然现象，但他反映人的感情世界，他描述那个自然现象都是江南，这就很清楚。你看宋词都是描江南风景，小桥流水，枯藤老叶。哎，但你回到唐朝，你看唐朝就是西北边寨诗嘛，就是什么讲的就是桃河，桃河在哪？桃河在青海省。都是这边大西域的故事，所以在这个唐诗跟宋诗的引用的那些自然环境，一个代表北方，一个代表南方，不是地理吗？所以词里面有地，这个东西不是很大的学问，但对一般民众都比较很认识一些中华文化，他在看这些东西勾起来他的那个感情跟怀念，那文章会就这样下手，那这个下手中就是串一点点地理思想。